你嘞？哎，这是做嘛的？怎么这个味儿？这做嘛的？做嘛的？啊，他是问我干什么的？对，咱们就要开始正式的绘画了。开始了。哦，行。我在这里待了好久了、他也是我们那儿的人。不像话，不像话啊！你问我干嘛的，这句话就多余了，因为大伙儿都知道我们是说相声的。哦，我说也是嘛，说相声的，说书的老先生，说那个三列国呀、东西汉呀、水浒、聊斋、济公传呀、大武艺、小武艺、舞女七人、西游记呀。再等会儿吧，哪儿就一套一套的？我听过呀。你在外头卖盆儿去了是吗？啊，一套一套的啊，不是说书的，那做嘛？说相声，声，哎，相声，声，吹声的，是那个吹那个新货郎啊，宋公良啊。这个语言我得20年前听他们念叨过啊。我也老听他们说呢。这个曲牌啊，没错、但是这个艺术跟我们没有关系。不是吹声那个玩意儿，那是干什么的？说相声，那不还是相声吗？相声，相声，我非得把你教会了，我非得学会了。相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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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相相。想想想，生生生，说说说，相声，相声，相识，相，你看也学会了。我这个可塑性很强啊，说相声啊，说相声，地流，哎呀，改不了了，相声，对对，相声，开个玩笑嘛，逗着玩呢，我能不知道吗？你们这个演出在这儿可太火了，我这门口我就看见了，乌泱泱来了好些个人呀，对呀，是不是？哎，我想问问啊，就像你们这行子的，什么叫行子呀？啊，就你们这个团伙，就好，你们要犯罪，我们这啊，你们是什么？就我们这个行业，哎，对对对，你们这个行业。你平时还接点那个堂会嘛，对吧？嚯，你别看年轻，他还知道堂会啊。堂会，哎，演出分多少种？私人家里边定制的小型演出叫堂会，我们应啊。啊，可以去是吧？去去，那太好了。我们家里有一档子事想上你们这儿找人演出。那可是好事，好吧？好，我看今天这个阵容就不错呀。哦，前面都是那个有头有脸的啊，观众喜欢，全是大腕儿啊，是吧？头里有那个什么陶云生，哎，陶阳，杨九郎，对，是吧？都火，还有那个秦小贤，哎呦嚯，最红了啊！孟鹤堂，对对对对，太好了，我都看见了。我看那最后一个写那个郭麒麟，他在哪儿嘞？我也等他呢，好久没看见，你也没看着是吧？那是，反正就按今天这个节目单吧。怎么样？请你们到我们那儿演出去。哎呦，演出去，有魄力这是。行不行？可以。跟你说行不行？管用吧？就跟我说最管用了啊！你说了算是吧？他们做不了主。都得来啊！都去，都得来。郭麒麟来不来就算了啊！我尽量安排。哎，看，你管得了他呀？哎呀，他不听话着呢。没事啊，他乐意来就来，不乐意来我也不逼他。好，太好了，反正就这些个演出吧。哎，都去了啊。光上说相声的不行。哎，怎么呢？哎，还得有点干别的的。哦，艺术形式单调了。对。您还打算要点什么呀？我看你们这儿有那个要饭的，敲那个竹杠啊。哎呀哎呀呀呀，敲敲，行了行了，是吧？敲，哎呀哎呀。可以了，可以。哎呀，好，还带耍龙灯，这是行了，可以了啊。都有啊？没有啊，敲竹杠那是土匪。你说的是拿着那竹板儿啊，跟那儿打那个吗？对对对，那叫唱快板的。哎，唱快板的。对对对，这有不？有有有有啊！我们这好几个干这个呢，都会哈。会。教几个？教你。再来几个牲口？哎呀，这个牲口。你再等会儿，什么的？哎，牲口啊，不是叫演员吗？要动物干嘛呀？不是，有那个一上来，你看着他是个人啊，但他一张嘴一听，哦，这是个猪。哎，这是个猴，哎，这是个驴，他都会啊。那叫口技，口技，
有会的哈，也有。我看呢，有那个视频，你们前两天有人会这个？哎呀，有，我们这牲口也是有的是这个。哦，不要震牲口啊！哎，你放心，学什么动物都可以。好，再来个口技啊！好，口技。最后再来几个唱大狗的，差不多了。唱什么的？大狗啊？没有，哦，没有。您不是有那狗曲社吗？那这什么话这叫啊？什么？你这个发音吐字有问题，就你这个嘴，好几条人命啊！我怎么说不明白？古曲啊，唱大鼓嘛，西河大鼓、梅花大鼓，这各种大鼓啊，大鼓。对，再叫几个唱大鼓的。好，大概就差不多了。哦，这就够了。这就够了。啊啊，好好好。就这些人上我们那儿去吧。哦，就这一大堆人啊。哎，都得去啊。嚯，好家伙，这个连演员在伴奏，人可不少。是吧？要多少钱？哟。你看我还没正经跟人谈过这，都他们，那，你这事闹的，你随便说吧啊，我这都不好意思说，我们给的太少了，你随便说吧。不是多少搁一边，这好家伙，秦霄贤、孟鹤堂，这都，孟鹤堂他妈说要100万，光给孟鹤堂100万啊。要说100万也说得过去啊，这么些人了，当然了，漫天要价就地还钱。是是。那我说了，我说比如说100万，然后您得算您的预算呢，说这给不了，我们少给点，咱们再聊。反正您给我一个确定的报价吧。这个玩意儿，嗨，艺术这个东西多了少的，就你就按100万来说，人家100万演员家属这么提的要求。嗯。您要这么说，嗯，我不跟您抬杠了啊，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来到德云社 啊，找你们上我们那儿演出，我觉得你们是为了艺术啊，是是，愿意付出生命啊。那生命不能付出啊，是吧？不，这钱可以谈，命不行啊。你们怎么？哎呀，这太臭了，闻的这太臭了，这么些人到那儿去，再少点，要100万，我们可以再少。这是摇放啊！是不？你别着急，我们都准备好1000万了。你要少了？是呀。这玩意儿谁猜得着啊，这个啊。我这不好意思张嘴，太少了，才1000万，我怎么。不是不是，你别玩笑 啊。你准备的是多少钱？1000万啊。周九良他妈说日元。这他们家长怎么都不坐在一块儿啊，怎么。他们怕我坐他们的钱啊。要人民币。人民币。1000万。1000万。行吗？你闹着玩呢，你准是闹着玩，绝不是闹着玩呢啊！我们那个老板还说了啊，说知道您还喜欢那个唱京剧啊，我喜欢。哎，您要是愿意去啊，可以把这1000万全换成蟒，知道吧？你们老板在哪儿了？你请他来，我给他磕一个啊！别，行不行？不是，这心意我领了，啊，但是你说这后台发工资，一人给件蟒也不像话，是不是？都套上串好了。不。还是得给钱，给钱。我那份我自个儿买去，那是我的。行，好不好？没问题。嗯嗯，那就说好1000万。这不是我说，是不你说的？哎，对了，给1000万、啊。我们老板，我出门之前跟我说的，哦，说他们乐意来就给1000万。哎，说要是郭老师愿意来，哦，可以让他再唱2场京剧，每场京剧再给500万。你看这人是有爱好的啊。就说我要再唱京剧的话，每场我再给他500万，是吧？给他500万干什么呀？人不能白让我唱啊！人再给您500万啊！嘿，我的天哪啊！行，好啊，好啊，好，这行。这场演出2000万，是吧？这啊，好啊！你看你这谁，人家非给2000万，咱们是本着艺术，咱们不是为了挣钱啊。那是肯定的，行，肯定的。啊，谢谢大家的理解啊。因为艺术确实就是这，是高于生命，哎，大家开心就好，钱不钱的不重要。但你说本家说了给这么多钱，咱要不要显得不拿人当人似的？那确实，行，好，那就说好了，说好了，就这2000万，2000万，好吧，好，行，到时候你就上我们那儿去。我们是好事啊。啊，不，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因为像这种内部的堂会啊，它跟普通的演出是有区别的。对，演之前我们得问清楚了，到底是什么一个什么庆祝活动啊？什么事儿啊？我们好安排。什么主题的？什么节目得安排？好事，嗯，红事。哦，那知道了。结婚，红事。老人过生日。哎，那叫做寿和红事嘛？怎么个红事啊？着火了。走。着火你不救火去，你还跟着你听相声呢？不是啊，就是这个事儿啊，就好像是那个火苗子似的，红红火火，特别让人高兴。
是个形容词。哎，太红火了。那么让我明白、啊、那到底是哪个类型的事情呢？家里啊，新有个小孩子，给小孩子办满月。应该。应该不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像这个事儿花5000万都值。那呵嗯嗯嗯。5000万也行。5000万也行。您要愿意说两句好话，我们老板一高兴没准又赏3000万。哎呦这那就定下来了 定下来了。好没问题。好事。那咱说好了到时候上我们那儿去。哦哎呀。生了个孩子生孩子。啊哎呀你看我这到这儿、哎、看演出我也没准备我也没带个水碗。谁哦。有点渴了哦，渴了啊！这门口有个卖水的没有啊？不是，谁麻烦帮着叫一下？哎哎，卖水的，给我来50000块钱水。还行，好家伙，我有点渴。那行了，好，50000块钱水，海河都干了，你等会儿吧。那个，郝老师，您把水端了。对对，我还确实是又渴了啊！快来，有点，快来快来快来，哪有？我找一相声世家的给您送水啊！哇。一般身份不够啊，来我不喝酒、哎，来客人了，哎、来客人给我，这合适吗？这、哎、喝吧喝吧喝吧。我听说那你喝水都是烧饼给你拿的、哎哎，那都自媒体编的，嗯、没烧饼我得渴死喝着啊。这果粉羊都这么大了啊！没想到，看在钱的份上，他会答应的。好，我就你喝你喝你喝喝喝水，这个是人家里添了个孩子啊，添了茶水。啊，对，是茶水，还挺像的。我看，还得看。呦呦呦呦呦，还怪不错的，就喝的细致啊。那行了、嗯，那我们就准备好了，给这个孩子呀去演这场堂会啊。这孩子这个今年，多大了？什么时候生的呢？这个那不着急，不忙。你别不忙啊！我得安排这些人，你不安排他们，明儿都走了，这儿去那儿去的，是不是？哪天呢？啊，没事，他们有事让他们先忙他们的。那哪行？我们都签完合同，就得应您这事儿。哎，这到底哪天？你不用着急呀、啊。我怎么不着急啊？你知道那孩子什么时候养活没？你给我，你拿过来，别喝了啊。孩子还没养活呢。啊？你上海河边喝去吧啊。我们这茶水知道吗？啊？我知道。你看你这人又着急、嗯。孩子没养活，要什么堂会呀、啊？不是，那你说那孩子养活了，那不很快就要办堂会了吗？啊，养活了就很快。对，办满月这事多快呀、啊！满月那不眼巴前的事儿了吗？对呀、啊，你比如说这孩子老生了，今天一天，明天一天，后天，这不就该办满月了吗？你呀、啊，我得批评你，你年轻，那叫满月吗？那叫什么呀？那不喜三吗？啊，喜三呀、啊！喜三啊！就是办喜三呀、啊！哦，还办喜三，我还这是两档子事儿。孩子办喜三找你们，再办满月呢还得找你们呀！你瞧这一个亿挣的，搁那儿背。哦，喜三找我们，嗯，满月也找我们，你看，哎呀，这个合适，这合适啊！那行，嗯、那我们就愿意了啊！愿意去啊？那也得要日子呀，对不对啊？你看这个知道日子之后好安排啊！是，那你天亮你也别着急，对吧？你想呢？比如说那孩子今天捞上了。你们就后天去、嗯、他要是明天捞上呢、嗯、那就是大后天去对、啊哎、他要是后天捞上呢、哎、他就大后天 去、啊、他要是大后天捞上行行行拼不拼呐、啊？行了啊，那你说明天后天也无外乎就这两三天的事儿啊。你们就盼着吧哎，我们就盼着孩子捞生了盼着那孩子他妈妈结婚你给我哪儿的事儿去好家伙，溜还真大啊！都快喝没了都，这没有结实啊！行，说了规矩，这孩子他妈还没结婚呢，是没结婚啊？那这事儿这不就胡说八道了吗？这没结婚他也快了呀？那再者说了，您怎么想啊？啊，是那个孩子办满月的事情大，还是那孩子他妈妈结婚事情大呀？那结婚事儿大，对不对呀、啊？结婚事儿那不得给两份的钱呀、啊？你别光站那儿说，你喝口水。对不对？哦，哎，孩子他妈结婚找我们，然后生孩子找我们喜三，满月。那行，对，那是盼着他，盼着得快了吧？这也是、啊、孩子他妈妈也老大不小了、啊，就是盼着他结婚就行了啊，都4岁了。哎，行行行，不像话，那不像话，不像话。我这么正直的人我都听不下去了啊跟钱没有关系行吗你哪怕来说有个慰问我们也很愿意去
知道吗？我们去捐一点也是可以的，但是你这个态度你不应该，知道吗？什么叫我不应该？啊、我没说完呢。啊，你看你抢的这么快，你耳朵这么贼呢？啊，废话，我说的是零四岁。对呀，零四岁。哦嗨，这14啊，那还得等个六七。干嘛十四？零四岁。24了，好家伙，那够晚的。04岁，34，好家伙，不明白04岁，怎么跟04岁？姑娘小名叫零儿，四岁，给我。你不要再摸我的茶壶了啊，这是很宝贵的，你知道吗？啊，差不多也结了壳了啊。哎呀，您看您这个人，你们说相声的不都好逗哏吗？逗哏不要在钱的问题上跟说相声的逗哏，我们是很脆弱的。我看您还怪容易认真嘞。是真有演出。真的假的呀？刚才那些个全是玩笑。哦，一直是逗着玩的。一直都逗着玩的。哦，你们是什么演出啊？我们呀是公司开张。哦，你还这么说。哎，靠谱了啊。正经有事的。什么公司啊？做什么买卖？在哪儿啊？哎呦，这个买卖可太大了啊。中华全球豆腐大公司。你听听。震慑住了，全震慑住了。啊，中华全球豆腐大公司。豆腐大公司。你带炸果子不带？是卖早点是怎么的啊？豆腐你能干到全球去吗？你全球好，你好多人都爱喝老豆腐呢，可不都给他们供给来的。不是在哪儿你们这公司？哎呦，我们这个地段跳得太好了。哦，什么地方？就在天津那个最繁华的地方。什么？叫滨江道，你知道不？这滨江道太知道了啊。旁边。滨江道旁边，哎，旁边那和平路嘛，和平路啊，就对过，和平路是买卖也不小啊，啊，不小了，在那对过，在那对过是海河呀，对，在海河的河对过，吓我一跳，我以为上河里边演去呢，我们啊，没有，叫义士风情区，哦，在义士风情区借饼，我一猜就不对啊。还有没有这地儿啊？有这地儿啊。什么地方？这就快了。哦，义丰区那儿。哎，义丰还有个简称义丰区啊。哎，在那个义丰区里头有一个天津德云社，你去过没有啊？我去过。我可没去过。在那个地方，那旁边有一个小胡同，你拐进去就是我们那个总部。总部。我老打那儿过，我怎么没注意有这么一大公司啊？哎，这还没开张呢。还没开张，哎，这都明儿不等你们演完出再开张了吗？哦，我们现在都是那个 underground 的，都是在那里，在地下室里边呢啊，好，就在地印子里边啊，在那备料呢。哦，好，在那备料了。哎，行吧，那说好了啊，说好了，说还是这个阵容啊，还是这个阵容啊，阵容啊，到我们那儿我们开张，我们大模大样的办一回啊，太好了啊，你们演个100天，哎，演多少？演100天啊？那刚才说这个2000万不够了啊。是，那重新咱再谈。对，咱再谈。首先说是豆腐大公司开张，大开张，又是全国的连锁企业，对，还叫全球是吧？全球的啊，刚才这些演员您都要是不是？全都要。那这样吧，我要给你打个折，因为这100天我们推掉好些个节目啊、综艺啊、演出都去不了，所以这帮人这100天跟你这混的话，你啊，你这样你别多给，你给1亿就行。主持，他高兴了，1亿，对了，行，哎，那你们去吧，我们去，我们就搬出来，呀，好，我们接收去了是吗？废话，这么就这几个人到那儿去演100天叫1亿？不，你讲理不讲理？100天跟那儿呢啊？不，再怎么着100天也不值1亿。我们别的活都推了呀。你有必要推别的活？才100天，你推什么活啊？好家伙，3个来月什么都不干，就跟你这儿。你论月做嘛？100天吗？这怎么个100天呢？没有晚上，一个白天。走。我跟你聊不到一块儿。哎，就你这个舌头，得弄死多少人呢？一个白天，我就习惯这么说话。你习惯，我们受得了吗？啊，一个白天，哎，一白天啊，一个白天，那行，那就按你说那个，2000万是个可以的。哦，我2000万可以，两千啊，那开玩笑的，怎么又开玩笑？我们这小买卖，刚才说的挺好，100万吧。啊，行，行吧。100万也行，100万啊！其实8000我们就干，我告诉你。我给多了，可以，我也不，我们这演员的不用你接，不用你送啊。行，哦，对不对啊？那太好了，你这省你的车钱吧。那对了，我们这些个著名演员都是有月票的，对不对？
他们坐地铁去、啊。哎，我们那个老演员都是有老年卡的，这不用，行，不用，这就给你省了不少钱。那太好了，对吧？那太好了。哎，而且他们演完了人啊，就回家了。啊，不用开酒店，不用开酒店，对不对？哎、招待所这都不用了啊。对，但是你得管饭呢、啊。那没问题啊，绝对管饭吃。那等会儿啊，你再说一遍，管饭啊，让我们吃什么？饭粉。我们吃什么？吃粉啊。你吃什么？汉堡。呀、yeah ，这孩子太缺德了啊！我这管饭吃吗？对，管饭，管饭还不能太次了。那可不能说相声，这都没出息着呢，你都吊着呢。哎呀，他们说相声活着就是为了饭活着，那可不啊。所以说吃什么，我其实是无所谓啊，因为这事儿是我谈的、嗯，我不能让他们咬吃我。有什么好的菜，你得安排的妥当一些。那我说几个好，我知道你们说相声都吃过见过，那是那是吧？啊啊，吃那个什么蒸羊羔呀、蒸熊掌、蒸鹿仁啊？哎，那没吃过，没吃过，他们就是背过啊。啊，是吧？他们没有吃过。哦，对对，我上回忘了就在这儿。哎，好的啊，对，就这个好。好，我们这跟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哦，可是别人吃过那个八大碗，嗯，吃过那个九大件，他没吃过我们这十大件。好家伙，什么叫十大件呢？四个盘，嗯，五个碗，一个大墙盘。您给我们详细说说。我挨个说说。这头一个，头四个盘，头一个盘啊。头一盘，小葱拌豆腐。哎呀，这是深菜呀、啊！啊，这豆腐切好了，上面点这么一点小抹香油，提鼻子一闻，那香扑扑，香扑扑。一清二白呀、啊，太幸福了！这你可以了，好一个小葱拌豆腐，说的比结婚还高兴呢。哎呀，那、啊、再叫一小葱拌豆腐呗。头一个嘛，那行行。二一个好，二一个是什么？哎，二一个那是九九的凉菜、啊、哦。哎，咬一个搁在嘴里嘎吱吱嘎吱吱的，拌海蜇，萝卜皮拌豆腐。对，哦，对呀。没关系，凉菜倒说得过去，对吧？嗯，第三个也好啊。什么？辣椒糊拌豆腐。哎呀，还好，改了红色的了。第四个是韭菜花拌豆腐。啊，那行了，好，这四个是压桌的菜。压桌，对，乐意吃就吃，不乐意吃扒拉开。对，我们等后头的呀。这菜我们都是为了敬那豆腐神的。哦，敬神的，敬神吃的。好嘞，你吃它做嘛呢？您这说的对呀，对吧？你吃那五碗大菜。好，您说这头一碗。头一碗大菜。白菜熬豆腐，其实你不必那么咬牙的说，嗯，点点那个小抹香油，香扑扑，香扑扑的。孩子，你在外边有点缺嘴了，真的。你要是有时间，回家吃点肉去吧啊。这个好吃呀、啊，是是好吃好。大白菜熬豆腐啊，大白菜熬豆腐，哎，显得那么干净，嗯。听我说，第二个，这个小菠菜炖豆腐，嗯。哎，绿油油的啊，香扑扑，香扑扑，倒霉就倒霉这香扑扑上了啊！哎，好吃极了。三一个，三一个太好了啊啊！端上来一看，黄澄澄的一层油亮啊，黄焖栗子鸡，油炸素豆腐，哎，好，过了过油啊。行不行？第四个，四个好嘞。什么？有红的，有白的，拿筷子夹不起来，你得拿勺筷着吃。哦，猪血烩豆腐。哎，你怎么知道？废话啊，吃完我们腿都软了啊。不是你吃了第五个、啊、第五个是什么呀？第五个我们还没出门呢，现在喊这么一嗓子、哦、说闲人闪开了、嗯、得跟那个说相声的上来海味了、嗯啊、扒海参下酱骨的豆腐、嗯、哎呀呀呀活不了、啊、好, 好, 好什么 好, 好这个玩意儿没法吃、啊、吃完都站不起来了。没关系、嗯、你爱吃吃不爱吃你扒拉开呀、啊。都扒拉开我们吃什么去？你们吃那个大抢盘啊。还有大抢盘呢、啊、要解馋咱得吃大抢盘。这可是个老话了。哎呦，这菜可不好找啊。哦，就为了给你们做，夜里头三四点钟天还没亮呢，我们就得出去到市场挑去，有那个四五斤一块的，七八斤一块的、啊、全挑那大块的、哦、买回来到家里头拿水洗干净了，紧接着旁边得烧水了，嗯，点上锔末拉开了风箱，你见过拉风箱吗？我见过呀、啊、哎，那拉风箱你蹬起来呼哒哒
火的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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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舞去多好啊！你再看那过里头那个水，咕嘟嘟，咕嘟嘟，咕嘟嘟，哎呀，笑噗噗了啊！哎，水就开了，把这个东西放在里头，再等个七八个坎，拿钩子给跳出来，放在案板上头晾凉了。好，你再把那个切肉的刀子拿过来，怎么样？你这切了片片了切，切了片片了切，拿过盘子来，碎的麻子底下整的放在上头，麻了一个那叫五花三层。哦，再放上佐料可杠上得了。什么？有那个韭菜花、香菜末、葱、芹菜，啥都往上放，弄点辣椒糊，你趴了这吃去吧。白煮肉、豆腐渣，哎，我去你这不。上来之后说几句吉祥话。嗯，第一啊，送给各位一份祝福。哎，第二呢，也是在上海这个舞台上卖弄一下我的风骚。哎，哥，对各位，您是不了解他啊，他是又疯又骚。他那风劲儿要上来，从这儿能骚到南京去。谁骚是？你懂什么叫风骚吗？风骚吗？风骚是学问的代名词。哎，我都没听说过。各位，您琢磨琢磨，咱们夸人都这么夸。嗯。大哥，您真有学问。啊。照您这么夸。怎么来？哟，大哥。嗯。您真风骚。哎，什么都不懂。各位都知道，中国古代两本著名的诗集。嗯。有一本叫《国风》。还有一本叫什么？听见了吗？啊！大声告诉他，《离骚》，听见了吗？哦，还真有、啊。风骚代替学问讲。哦。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不对应的文采吗？对呀、啊。还有一个词儿，你肯定也知道。什么词儿啊？文人骚客。啊，这我听说过。各位，您看我。嗯。我就是个文人。哎。我就是个骚货，骚客。啊，您要干那个，您得赔死，您知道吗？说错了，说错了，文人骚客，文学大师。哎，您还文学大师？对，那您平常都研究点什么呀？我主要研究文史。哎，研究什么？文史。哼，我说你最近脸色有点黄呢。黄什么？你不闻那个屎？那不是趴那儿闻那个屎啊？我是文科的。对啊。科里的屎才多呢，你说那是什么科？什么房科、啊？不是，上学有文科，有理科。我是文科学生，研究文学史，简称文史。哎，啊，您这简称太恶心了。换句话吧，研究古典文学。啊、研究古典文学、嗯，那您一定看过许多的古典名著啊。很多很多的。我问问您啊，啊看的最好的是哪本书啊？研究最深的一本书。哪本？《百家姓》。什么玩意儿？百家姓。各位，百家姓这玩意儿有什么可研究的？怎么了？各位，古装剧都看过呀。啊，小孩上私塾，嗯，抱着本百家姓，啊，摇头尾巴晃，读之前先得哎呀一声，还哎呦。哎呀，嗯，赵钱孙李周吴郑王，我不会了，就会两句还偏呢。不就这么读吗？你说那是小孩的背诵。嗯。各位，我是个学者，我把百家姓丰富了。这丰富之后什么样啊？都知道百家姓四个字一句。啊，我在每句和每句之间加了很多成语、谚语、俗语、歇后语，都把它揉在里边，包罗万象，字头皆字尾，顶针续麻。您说这顶针续麻是不是上一个字儿的最后一个字儿、嗯？是下一个词儿的头一个字儿、哎？就这方式，增加趣味性，还可以音同字不同。您等我试着理解。哎，你说，就是您从赵钱孙李开始，嗯，中间呢加一堆乱七八糟的，最后绕到周吴郑王。你比我风骚。哎，这叫怎么夸人呢？这是什么词儿？还乱七八糟？我们叫包罗万象。哎，反正就是那意思。哎，怎么样练的？当然行了，成功了。必须得成功啊！太好了，今天您看来这么多好朋友，啊、嗯，咱们各位鼓舞着，让他在这儿展示展示，怎么样？呦呦呦！不用不用不用鼓掌，不用鼓掌。为什么？听着好再鼓掌。嗯，因为啊，他说那词儿就有问题。怎么有问题呀、啊？在哪儿？你说展示，这是上海，对、啊、有学问人多，向各位朋友做个汇报。您还挺谦虚。小文字游戏，听着好再鼓掌。嗯，赵钱孙李怎么绕到周吴郑王？您来一个。赵钱孙李是百家姓第一句。啊，它的最后一个字是什么？最后一个字是李。对，下一个词用李字打头。啊，我们听一下这李。李，我说一个人名吧，考考各位上海观众。嗯，谁知道香港首富叫什么？啊，你们都知道我干爹的名字。哎，哎呀，他们跟他们都，啊，
李嘉诚啊，是你干爹？对啊。李嘉诚认识你吗？不认识。哎，对，他都不认识你，怎么会是你干爹呀？万一您这么就那么喊着给点遗产呢？以后、哎、您都别想了。不管怎么说，这个人名是个词儿。哎，这倒算。下一个词儿，再用他这个“成”字打头啊，用这“成”字。比方说啊，咱们观众成千上万，嚯，这还是一成语。哎，啊、嗯，万紫千红。我你瞧，这越说越好了啊，红。红军不怕远征难。哎，不是您这里边怎么还有诗词、啊、说过了，包罗万象。哦，南南柯一梦啊，这是那同音不同字，听出来了。梦，梦想成真，真，真心英雄。哎，好，还有歌名呢，什么都有。雄，雄心壮志，志，志穿高。哎，这都什么词儿啊？怎么了？痔疮膏还有药名？药名也是词语，词语咱都研究啊。词语就算，那当然了。得嘞，高，高速公路，好，越来越水。路，路见不平，平，平方厘米。哎，还有数学用语，什么都有。米，米能熬粥，粥，周吴郑王，现在可以鼓掌。哎。有点意思，有点意思，有点意思。这有什么意思？不是你听不出好赖话是吗？用你捧我，这是我的初级阶段。那是怎么个意思呢？现在学问大，已经升华了。升华之后什么样啊？不见得非得理字儿，随便给个什么字儿、什么词儿，我都能绕到周吴郑王。哦，什么字儿都能绕上来。对了，哎，这样，嗯，我出一字儿，你能绕上来吗？你先考考我。哎，谈不上。随便出。向您探讨。嗯、哎，随便出。您看，咱们这个单位叫德云社。嗯，您就用德云社这个德字儿啊、嗯，您绕到周吴郑王。可以。哎，德字绕哈。德字。嗯。哎，但是啊，有一小要求。什么要求？就是刚才您从这个赵钱孙李到周吴郑王中间这词儿有点太多了。多吗？好几十个词儿，各位甭说他，我要给您绕，从现在绕到明天早晨，我也能绕上来。谁一买票看你到明天早晨？想到美。不是我说那意思，您词儿太多，有点懵的嫌疑。明白你的意思，他是什么意思呢？就感觉我刚才词儿多，一个词儿一词儿撞大运，撞到了周吴郑王。哎，我这回短点行吗？短平快，几句话就过来。哎，几个词儿就绕上来。刚才是什么字儿？德云社的德。德，各位都知道德字。嗯，我们德云社的德呢，就是品德的德。没错。道德的德，郭德纲老师那个德字也是这个字。哎，就这个。双立人是吧？十一四一心那个对吧？没错。这很多人都是小学二年级学的这个字。嗯。思想品德课嘛，这都会写呀、啊。是啊。那我也会写呀、啊。啊，没错。啊，对呀、啊。德字我会写。啊，就这么简单啊！血，血色呼啦。哎，不是，我没理解什么叫血色呼啦呀？没听过这词语吗？马路上有人头破血流的，一般老太太一看，哎呀，血色呼啦的呀！哎，好，这词儿这么瘆得慌啊！成语、谚语、俗语算一项啊！啊，这也算。哎，动脉破了，血色呼啦，你不知道吗？咱就别聊这个了啊、哦！拉，拉丁美洲，周，周吴郑王，完、啊，可以鼓掌啊！很快，就那么快，就照这速度啊！猝不及防，再来一个，可以，就照这速度啊！别不许再长的词了啊！可以，德云社的云云，哎，两横一勾一点儿，哎，这字云字我会写，写，写字呼啦，拉，拉丁美洲，周，周吴郑王、哎、啊，好，谢谢。上海观众多热情，是是是，再来一个吧，来吧，德云社的社，社字我会写，写字呼啦，拉丁美洲，周吴郑王，你也会了，什么态度？废话，您这不骗我们呢吗？怎么叫骗你了？说什么都会写，这像话吗？不能说呀，多新鲜呀，你说不能说不就可以不说？我再说一字，你再说会写，干嘛？当着各位上海的观众，我给你重台上，我让你说。可以不说，哎，出字吧。对，咱们这此地不叫上海吗？对呀、啊，用上海的上字绕到周吴郑王。上字不许说会写，对吗？没错。我想一想。来。啊？不会写也不行啊。他说的。
谁说的？我都听见了。好，您这说我先谢谢你啊，给我提醒，但是不能那样说。嗯，上字太简单，小学一年级上来，上中下人口熟，上字一共那么几笔，能说不会写吗？对呀、啊，我是学者，不说会写，说好词儿，也不说不会写。哎，听好，来，上字很好写，哎、很好写呀、啊。我真给你种这儿了，我告诉你说，那么暴力，废话什么词儿啊？这没事，会写不会写啊？我这么跟你说啊，什么会写不会写，好写不好写，能写不能写，写字呼啦嘁哩咔嚓噼里啪啦，这都不行。你的意思？说好词儿，好词儿，对，就水词儿不要。对，那你出字吧，选好词儿。我出字儿啊？啊，我不出字儿了。怎么？各位是不是有一个小疑虑，认为我们哥俩台底商量好了的，对不对？哎呀，您瞧您这人、啊，你都那么实在啊！我实话跟您说，嗯，就是商量好了的。谁跟你商量？这回我不出字了。什么意思？现场来这么多好朋友，各位出个字，你给我们绕到周吴郑王。啊，明白你的意思。各位观众，随便谁出个字，我在舞台上当场绕到周吴郑王。哎，好啊。这是给我一个在上海露脸的机会。对，也是现眼的机会。现眼不可能啊！向各位观众保证，保证什么呀？今天在这个舞台上，嗯，我露脸露定了。你露脸露定，那不一样吗？你拿我当岳云鹏了是怎么着？好，屁股脸是吗？你还露了？不是那个意思，肯定露脸了。你也甭吹牛，哪位出字都行。您也甭举手，您就随便嚷，什么字都可以。哎，谁声音大绕谁的，来吧。啊，一。哎、啊，我现在听到几个声音啊？哎，刚才有一个叫栾，这样吧，我先挑两个。有一个说栾云平的栾，还有一个说是扁是吧？哎，有说扁的。啊，行，这样吧，啊，嗲哈。没事，咱可以多来几个，没事、哎，一个一个来。咱就先说头两个，同意那栾的，咱鼓鼓掌，看有多少个。啊，同意那个什么都会扁扁扁扁字有多少啊？这个那就是栾字大概是4万多人，扁字是7个人，那咱来栾啊，看我干嘛？你这两天闹肚子把耳朵堵上了是吧？怎么闹肚子堵了耳朵吗？废话，大伙都听见那扁字鼓掌的人多呀。那绕扁啊？对，栾云平那平多简单呢。栾啊，平，哎呀，你甭管什么字，先来这个扁不就完了吗？扁扁，哎，你听这扁扁扁扁字你会写啊？你给我退！你给我退！你给我退！咱别老弄这写字呼啦，我会弄。我是问一问，没事拿这绕啊。废话，说好。扁，我想想，扁扁扁扁扁扁。您不行，找别人吧，好不好？我想起来，想起来，想起来。说些好的。咱们今儿中午啊，吃的什么？吃的面条啊。对啊。那个我们去的陕西面馆啊，要碗大宽条，那叫什么扁扁面，有这词吗？哦，这还真有这词。有这词啊。哦，扁扁面。对，面面面俱到。那你瞧第二个词就上成语了。来了、啊、到到此一游。嚯，游游山玩水，水水面行舟，舟周吴郑王、啊、哎，就那大姐还鼓掌呢，还、啊、人家出的，就您出的扁字儿，您还鼓掌，怎么了？这太简单，这两句就绕上来了。我一瞧，这不是外人，这个这是谁啊？这你二姑，这是我二姑，在上海呢。没事，刚才不还有一个什么来着？嗲是吧？还是栾？是栾还是嗲？栾啊，栾，嗯，行，栾云平，哎。是栾啊，栾云平不就完了吗？连你说那平字都可以了。哦、啊，栾云平都人名是词儿啊。好啊，弄我一猝不及防。你说平平平津战役，这是历史三大战役之一。哎，有这平津战役。嗯，一一衣带水，
水水灭行舟，周周吴郑王。哎，哪大哥说的乱呢？那位啊，你不是外人，你那位是？你二叔。我们家亲戚在上海呢，是吧？废话，这比那还简单了。刚才还有一个什么词儿？嗲是吧？因为我知道一个词儿，嗯，他们形容你们上海姑娘说，他说老嗲了是吧？什么玩意儿老嗲？说长得漂亮的意思。哦，嗲，但是这个字儿，是在字典可以查到的。你会写吗？我会弄写字呼啦。哎呀，就考考你吧，嗲字你知道怎么写吗？嗲我还真不知道。这边一个口，嗯，那边一个什么知道吗？一个爹呀。哎，对对。太聪明了你，这剧场回音还挺大。听着啊，嗯，嗲声嗲气，嗲声嗲形容词儿，哎，气气势宏大，啊，这倒可以，大大禹治水，水水面行舟，舟舟吴郑王，嘿嘿嘿嘿，这叫什么玩意儿？绕过来了。各位，咱再来一难点的字好不好？啊，能让他猝死在这儿了。哎呦，什？嗯，什么？郭德纲的纲我都能绕上来。那你给我绕一个啊！刚练成水，刚练钢水是吧？这我都能绕上来，这太简单了。这样吧，刚才是一直这边，那边一直没说话，给你们个机会。囧，哎，嘿，这囧囧，这不是你二姑，这是我二姑。哦，你们家亲戚也在上海。囧囧啊！来吧，囧囧囧那个哈，哎，是吧？但是这囧也是多音字，嗯，我说好了可以同音不同字啊。囧，我可以用那个，啊，哎，就是火字边那个 这可以。哎，但是啊，哎，有一小要求。怎么又有要求啊？各位，您都听半天了吧？啊，甭管绕什么，他一绕到水，他就算上岸了。水面行舟啊，对啊。他一有水，他就划船一划船他就周吴郑王。我可以不说，我说黄浦江上行舟不行，哎，海上行舟不可以啊，这都不行。我这么跟你说，嗯，江河湖海下水道小河沟这都不行。从现在开始起啊，嗯，你走旱路，嗯，你给我离水面远点。就你的意思，刚才说过的词儿就不许说了。哎，重新换词儿，保证前面词儿一个都不说，行吗？哎，你有这本事呢，我就有这能耐。文史的，哎，确实。行了，就别提您这爱好了。刚才什么来？囧啊，囧，听成语啊。嗯，炯炯有神，就形容我那眼睛是吧？大眼双眼皮那个，炯炯有神。你要脸吗？怎么不要脸了？你还大眼睛双眼皮？你这天然大眼睛双眼皮。你这双眼皮不去年拉的吗？谁跟你说我去年拉的？你去年拉的。我就不是去年拉的。那你是？前年拉的。哎。怎么你的组织大夫来了是怎么？2020年拉的。行，你不管怎么说，有没有这成语？炯炯有神。成语倒有。哎，神，神采奕奕，都是成语啊。嗯，奕，奕奕带水还能说吗？哎，咱们说好了，让你走旱路了都。从现在上高速，知道吗？行，不说，换词儿。奕，异想天开。哎，这没问题。行吗？开。开门见山，山，山花烂漫。你瞧，还都是成语。那张口就来。慢，慢条斯理。你就有点慢条斯理。现在，理，理从中来，来，来之能战，战，战无不胜，胜，胜利锣鼓。古，古往今来。哎哎哎，这儿没包袱，你们乐什么？没包袱。是，嗯，他们听这词儿耳熟。有水吗？没有水。是，来吧，接着来。来之能战。哦，这个说过。哎，我说你们乐什么？战，战无不胜。胜，胜利锣鼓。鼓。哎，我听你们的，古往今来。哎呀，各位看了吗？这算上了环岛了。这个我还有词儿换来吧。来，成语有的是。嗯，来龙去脉。脉，脉搏跳动。动，
动人事迹，迹既往。哎，各位来了，把手机掏出来吧。掏手机干嘛？给家里边打电话。啊，今天晚上不回去了。啊，就在这儿听他绕周吴郑王了，知道吗？这还有词儿，什么玩意儿？说个囧你去。来来，不让你说话，你就少说话不就完了？谁少说？凭什么？让他出字出个简单的，这来个什么？废话。张九龄的张啊，龄啊，都好绕吗？好绕。来者不善，你这出字来。对，来者不善，善善者不来。哎，来了你就别打算走了，今天知道吗？听这个，嗯，来路不明。明天再来。你们看这叫什么搭档？哎，他向着谁啊？向着谁呀？我不来你也得来，知道吗？怎么了？好，来上海，好，觉着自个儿露脸了啊！下回在这儿给自个儿说话留点余地哟。什么字儿我都绕到周吴郑王，我露脸露定了。你是露脸了？你是露定了？你以为我绕不上来吗？你可不就绕不上来吗？我这不刚来上海跟各位谦虚谦虚吗？你要不谦虚呢？不谦虚的话，打现在开始不出十个词儿就到周吴郑王。不是，你要绕不上来可怎么办？哟，哎，退票、啊、退票不足以解恨，十个词儿绕不到甭说退票了，我在这儿、哎、我自杀。哎，绕不上来怎么着？自杀。太好了朋友们。嗯，我说十来年相声没死过搭档呢还。真想看吗？头几排这观众，你们带着雨伞没带呀？没下雨，带雨伞干嘛呀？回头弄您一身血子呼啦呀，这玩意儿。行了，跟各位说好了，如果十个词之内我绕到了周吴郑王，把手里的东西放一放，伸手鼓鼓掌，可以吗？好嘞，不着急。嗯，但是话得说回来，什么？万一我要是绕不过来呢？死呗。真死吗？哪能让您真死呀？就是啊，咱哥俩是搭档，我给您出一主意，出一好主意。您也别绕了，不绕了，直接死去。什么馊主意啊！甭废话，帮我倒计数啊！也是生命的倒计时啊！准能绕过来。来吧，刚才是来路不明，对吧？对，名字。明天再来。明天再来，明天再来不算，不算，啊、你说的那不算啊。你名我自己找。嗯，名名明明天我去苏州。什么破词儿这是？谁找的这词儿啊？明天我去苏州。我跟你说，这句要算数啊！你天天都是清明节。那不说这词儿，说什么词儿啊？四字成语。哦，还得有限定的要求，四字成语。对，好词儿都不行了。宣大，没问题。来吧，四字成语。四字成语啊，不行，名字成语有没有啊？名有，明察秋毫算一个吗？啊，这算成语。一个了吧？豪，豪气冲天。天，天府之国，国，国防大业，业，业余爱好，张口就来，哼，土都埋到这儿了啊！号怎么这么快一半了？嗯，号，号什么周？哎，你跟着贫什么呢？我跟人聊会天，聊会天，聊什么？找你那成语，来不来上海？跟人聊两句，甭废话。号喝粥，哎，成语。好吃粥，四个字儿，哎，四好吃，什么呀？好吃懒做是成语吗？啊，这算成语。哎、坐坐下喝粥，哎，不是，啊、成语。坐那儿吃，坐吃坐坐坐吃坐吃山空，哎，空，空穴来风，风风雨同舟，周周吴郑王、哎、绕上来了。作为演员来说呀，啊，一上台来呀，都得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哎，这是应该的呀。哎，为了让大伙儿认识一下我们，没错，是不是？嗯啊，先说我啊，您说吧，我是逗哏演员。哎，我叫庄子健，没错。哎，不值一提，嗯、啊，不值一提啊。别停，哎。别停啊！您这不是你要鼓掌就鼓起来是吧？哎，旁边这位老师，老师不敢当啊，特别的好，是吗？姓倪，哎哎，姓倪，对了，叫倪九涛，没错，哎，啊，谢谢谢谢。啊，有大哥叫好呢。哎，你看从名字能听出来呀。听出什么来？我叫庄子健啊，他叫倪九涛。对呀，介绍他的时候有人叫好哦，说明什么呀？什么呀？说明还是有字儿的演员值钱呀。
人听出来是郭老师徒弟了。啊、当然我是没字儿 啊，但不代表我没师傅。哎，这话对。哎，说相声咱也有师承啊，您说说吧。我的师傅叫侯震。哎，侯老师，那对对对，嗯，那是我的老恩师。对，我们哥俩，你看，虽然说他叫倪九涛，我叫庄子健啊，哎，他捧哏啊，对，我逗哏，嗯，实际上我呀，本职工作啊，也是一个捧哏演员。哎，这倒是，我们俩人不是原配，啊，当然也不是破鞋啊。哎，这叫什么话呢？我怕他们误会。没有人误会，我怕他们觉得你倪九涛，你有字儿，你怎么那么随便，逮谁跟谁，我怕人误会。怕他们想，你不这么解释，没人这么认为，知道吗？不是，你看，保不齐有认识你观众，我刚才介绍你这人叫好来着吗？是不是？这大哥跟我也有一腿，是怎么着？哎，你少说这个啊！少说，是我们临时今儿有录像的，你把控点语言。捧哏帝，是不是？他那个搭档是谁呀？谁呀？叫，一说大伙都认识啊！我以为你忘了呢啊！京剧神童。就是他，谁来着？谁还是不认识是吗？这我说显着不尊重。陶阳、陶云胜，哎，陶阳，陶阳都认识吧？认识。啊，你们没吃饭呀？陶阳、陶云胜，哎，人家呀，最刚开始啊，人家学的不是相声，哎，对了，学的是京剧，哎，唱戏，哎，很小的时候人家就出名了，对，啊，就很火的特别的早嘛，那挺早的了。九岁的时候，嗯，人家就上东莞了，就上春晚了。你把那舌头捋直了说话啊！天凉了，舌头有点硬。春晚，对，哎，对，动春晚，春晚火的特别早。哎，他跟这个陶云胜是搭档，哎，本对啊。我的搭档是谁呢？谁呀？我的搭档叫李鹤彪，哎，彪哥，哎，就是你要不认识呢，您就十多年前翻翻那个《法制进行时》的晚报。就不要再普及这段历史了好啊！有那个新闻是吧？我跟彪哥，我们俩人是搭档。哎，对啊，因为一些特殊原因呢，啊，这俩人在境外都回不来。哎，对，确实。哎，我们就在一块儿演出，临时搭档。哎，当然了啊，虽然说都是捧哏演员，是。哎，今天是我逗哏，他捧哏啊。你要单拎出来，是作为演员来说，缺哪个你就得来哪。哎，都得掌握呀，对不对？ 对， 对，缺捧哏，嗯，哎，你今儿你捧哏去。对了，缺逗哏，哎，今儿你逗哏去，没错。今儿缺刷厕所的，你得马桶刷子，你就拿过去，哎，就得刷。还管刷厕所的，咱们？你这演员，咱这剧场是咱家吗？啊，人人爱护他吗？啊，反正有什么活都得上，对不对？哎，演员得有机灵劲儿。对啊，首先来说，嗯，脑子得好。哎，我脑子就好，口齿得清楚。我口齿就清楚，表达能力得强，我表达能力就强，得不要脸，你就不要脸，骂人呢你？废话，干嘛呢？这个绕到我呢是吗？不是，你怎么不谦虚呢？谁不谦虚？我是介绍演员条件，你这儿我就这样，你怎么这么厉害呀？我符合这些条件呢？你符合这些条件？我太符合了。你这模样，你像聪明的吗？我这个模样，各位还瞧不出来吗？多聪明！哪聪明人台上？这不耍小聪明吗？这不是有病吧你？我聪明着呢，知道吗？你别看咱俩虽然说都捧哏啊，嗯，你旁边站的是云字儿，对呀，我旁边站的是鹤字儿啊。但是怎么了？捧哏的这块啊，我可不服你。演员脑子反应这块，我不服你。你不服我，你站好了啊。谁让你服我了？这都是什么幽默的冷包袱？你不服你站，你又不是拐棍儿。我解释一下，是这么个服啊。不乐就不乐吧啊。气乐了吧？你看，你怎么了？不够聪明，太傻了。谁傻呀？你傻？说你呢？没听出来呀？我这么？对呀。我不傻。抬杠吧。谁抬杠？不傻。傻。不傻，啥不傻？真的不傻，不傻，不傻，不谁不你还不傻呢？就不傻。你这样咱俩枪火抬杠没用，你干嘛呀？枪火抬杠没用，我这么着，我当着各位啊当着摄像大机，我出题我考考。摄像大机，那你就考考我是吗？我考考你怎么样？随便来考。我考考你，考考我。哎，我也别说你聪明，你也别说你傻。哎，谁说我傻了呀？是不是不傻？我考考你，你随便来。出题行吗？出题。脑弯急转筋。改吗？改吗？
什么？你先等，你先等会儿吧。别怂啊！什么叫脑弯急转筋呢？出题嘛。那叫脑筋急转筋。那嗨，差不多，差不多。脑筋急转弯，行不行？啊，可以。敢来吗？敢呀！没问题。来呀！听题啊！说，这是什么？一，这是手指头。手指头啊！你再来。这什么？手指头？不对，那是一。不是来回调答案什么这个？你猜呀、啊！你再来，这什么？一手指头？不对，那是麦克风。麦克？啊，这麦克风是吗？他不是指着麦克风？你要这样还房顶子呢，是不是呢？不是没指房顶子吗？什么破题呀？是一反应、啊。你再来，正经出的好。哎，对了，听题啊！来，牛知道吗？牛知道啊，知道啊，知道啊。题目来了啊！来呀、啊，牛有几个头？一个头啊，几个蹄子？四个蹄子。四个蹄子分几瓣？分八瓣啊。多少毛？不知道。不是，告诉你啊。啊。一身毛。一身毛。啊。哦，还能这么说呢，是吗？我笼统的问你，笼统的答呀、啊。摸着你脉门了。再来，摸着麦门了，摸着了，我也不知我什么病啊。来吧，听着啊，来吧。牛知道吗？知道。牛几个头？一个头。几个蹄子？四个蹄子。四个蹄子分几瓣？分八瓣。多少毛？一身毛。为什么？我哪知道它为什么呀？喂草啊！喂草？废话，你喂它拖鞋，它能吃吗？高磊，真的。这题高了，真的哎！那不你能给人气死喽！真的这啥不啥？什么破题这？啥不啥？不是题目的问题，换题目，再换一个，换题目，再换一个。来，问你奶牛和黄牛叫声上的区别，不都一样吗？一样，我问你干嘛呀？还有区别呢？多新鲜呀！肯定有区别。这还真不知道了，不知道啊，不知道了，不知道。告诉你啊，啊，说奶牛和黄牛叫声上的区别，什么区别？奶牛怎么叫？怎么叫呀？哞儿。啊，那黄牛呢？要票吗？要票。哪个黄牛啊？哪黄牛？哦、票贩子是吗？这个？那你猜啊？我哪猜去呢？啥不啥？不傻。还不服呢？不承认这个。我天哪，你可真够执着的。不执着就不傻。再换一题。再来。问你啊，嗯，什么动物非驴非马？嘿，立马告诉你，嗯，骡子。不对，就是骡子。对，不对，骡子是似驴像马。四驴没审题，咱说的是非驴非马。非驴非马啊，骡子不对。不对，那就不知道了。不知道啊？不知道。不知道，告诉你啊，嗯，说什么动物非驴非马？这是企鹅。怎么是企鹅呢？企鹅是驴吗？不是啊。是马吗？不是啊。非驴非马呀。哦，这么个非驴非马是吗？对呀、啊。那我要说耗子呢？你说呀。你说一万个答案，就骡子不对。不是，你说上来了。你再来一个。还不服？再来一个。还不服？你再来一个。追听题，那说，追听题啊，嗯，问你啊，啊，还是小动物的啊，来，猫会什么？猫会抓老鼠。这怎么你往叫声上想？啊，猫会叫吗？怎么叫？喵，喵。哎，记住了啊，啊，这个思路啊。哦，按这个来是吗？猫会什么？猫会喵，喵。会叫。狗会什么？狗会也会叫啊，鸭子会什么？鸭子也会叫啊，呱呱呱！这还真像啊。鸡会什么？鸡也会叫啊。啊！来了。啊！你说这个演员啊，真什么都会。那你看看，不对。嗯，不对。哎，鸡不对。那什么呀？我告诉你啊，啊，鸡会什么？机会什么呀？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哦。什么玩意儿这是？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差不多了。气死我了。差不多了，老公。什么破题？承认自己是。不承认。还不承认。不承认。你太倔强了。哎，我知道了。就你这个破题啊，
我给你出一个，你也猜不着。我信。您怎么信了？我不抬杠。不是你不能信呢？我还不能信。我也给出一个。我得出一个。嘿，给你个表现的机会。各位，我就指这活着呢。我他媳妇结婚，他都没这么开心。也不管那个事儿都，听这个。嘿嘿。说啊，你媳妇结婚了吗？你管着吗你？就问。废话，我媳妇不结婚能是我媳妇吗？那个，你就完了，那个就听这题，听这题啊。说啊，说我们村啊，有一大傻子。见了见了见。问啊，不是我啊，各位不是我。没说是你，你说你。他比我傻啊，跟我比什么呀这个？反正就是我们村有一大傻子啊，然后呢，不管你问的什么问题啊，他都说没有啊。你不是你问他，你叫什么名字呀？没有啊。你姓什么？没有啊。你吃饭了吗？没有啊。不管问什么问题都说没有啊。就这个故事你听说过没有？听过。你怎么听过呢？你昨晚上告诉我了呀。没有啊。嗨。昨儿跟我说咱明天啊演打灯谜啊，我就这一个你一定记住了啊。你昨天跟我说了。谁跟你说了呀？你不按套路出牌呢你这个。废话，我出那好的你猜不着啊。谁出去再来。还猜呢？你意思要换种形式是吗？行啊，咱听你的，我觉得我智商比你富裕，听你话道，我跟你走。刚才你说脑筋急转弯啊，这个考不了脑子。那怎么着？考脑子得打灯谜。呵，传统的。对了，灯谜你行吗？还行吗？把那行去喽，就剩妈了。不，把那妈去喽，就是行啊。跟你这么说，怎么别的地儿咱不敢说啊。嗯，北京哦，灯谜界你扫听扫听。我扫听什么？我还有一外号呢，叫什么呀？灯谜姥姥。我这常听人说这灯谜姥姥，感情就是您呢，就是我呀。那咱俩拉拉手吧。怎么意思？我也有一个外号。您是灯谜姥爷。哎，去！他跑这配对来了。废话，姥姥那不女的吗？你怎么灯谜姥姥呢？你就是打灯谜，谁都不服，谁都不行。我会姥姥了啊！这北京话姥姥，你这谁也不服。哎，对了，呵，那行，那你今儿啊，你算是碰刀刃上了，碰刀刃上了。哎，我拉死你！我碰碰刀背儿吧，我出就出好。你来那好的。听着来，说什么东西？这听啊，我听着呢。别开小差啊！哎，没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什么？你什么东西？你个演员没素质啊！人这都录着，你抬着马街，你废话！你先骂了我，我这不给你出题，我想题呢。你想题，你别冲我这儿啊！老爷会的太多了，你知道吗？甭提老爷啊，老爷南京的。是哪老爷？你甭管哪老爷，还不让我管。说什么东西啊？你甭管。这头像这头，这头像这头，两头像当件，当件像两头。这不是康复训练啊？这不知道这个。不知道啊？不知道。不知道，告诉你记住了啊。说什么东西？这头像这头，这头像这头，两头像当件，当件像两头。这是于谦举俩羊驼。于谦举俩羊驼，哎，这脑袋上都卷卷的，啊，都带卷毛，对，你都好，哎，不是，就这题你还有吗？还不服呢？不服，听着，来说什么东西？这头像这头，这头像这头，两头像当件，当件像两头。于谦举俩羊驼，不对，那是郭德纲举俩桃。哎，哦呦，给郭德纲举俩桃了啊！这灵活运用嘛。哎，就这题还有吗？还不服？不服。听着，再来。说什么东西？这头像这头，这头像这头，两头像当件，当件像两头。于谦举俩羊驼，郭德纲举俩桃，都不对。那是你爸爸举俩王八。哎，去你的吧！